06到12年 C6 底盘的奥迪 A6L ABS 系统有个常见的通病，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仪表上的 ABS 故障灯突然点亮，尤其是在颠簸的路面特别明显。使用电脑检测 ABS 系统里的故障码是压力传感器故障，首先检查外围线路和传感器一切正常，确定是 ABS 电脑内部损坏导致。我们把电脑拆下，打开电脑上盖之后，发现电脑内部有很多的小细线，出现故障的原因就是电脑板上的小细线开焊导致。因为这些小细线材质特殊，也不沾焊锡，我们把原来的电脑板上的小细线全部拆掉，准备好铜线再次焊接牢固，装车即可解决此故障。每天分享高端车电子电器维修通病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您给一个免费的双击，谢谢。